喺头先嗰度咁靓风景，影完相打完卡，但系竟然发现到啲咁嘅嘢喎！荒山野岭又有啲咁嘅嘢。咁呢度咧，带小朋友嚟行山系指定动作嚟嘅。OK， 下段片继续。啱啱九个，啱啱九个。耶！头顶啊，翻翻嚟正路啦。呢条路好玩啊，耶！过好多桥仔，终终于过翻对面。咦？等阵先，嗰边有条路喎，应该行嗰边条路啊。嗰边山边沿河边嗰条路，何威日常，咁都要拍一拍嘅。你睇下呢间屋仔搭喺度，下低有个休息位，整晒一凳。因为佢冬天咧，呢度其实应该就系 cross country 滑雪区嚟嘅，呢啲路冚唪唥可以。咁你睇下呢个楼上高呢个几舒服嘅休息位，但系睇啲凳仔嘅高度都知道系放细路仔噶啦。吓，连个窗门嘅高度都系放细路仔嘅，你睇到我膝头哥坐低系几凳？咦 ，selfie 一下先。希望个光线够啦，你睇下小朋友。是不是在这里会很开心呢？我的意思不是在挪威很开心，是在这间屋仔已经很开心了。那在挪威都会很开心的。你看这间屋仔起得多心机，上高种晒树，不是树，种晒植物啫。咦，由这条路走都是有些玩，有些好玩的地方。甚至我这里可以一个圈返回过去那边。但是我看地图呢，是条河的那边，我是继续落山的位置嘛，所以我走河的那边。但是搬不搬架单车上来，因为要冲一转下去呢，都可以考慮一下嘅。示範咗錯誤嘅姿勢啦！我落嗰陣時咧，揀錯拉啊！睇唔睇到？仲有幾錄先？我第一次落咧係行呢條拉。我第二次落咧，想挑戰呢一級大啲啊，所以行咗條拉，但嚟到呢一級大得滯，過得到嘅，但係我 sharp 轉唔到呢個彎，所以撞咗喺呢度。所以咧認路好緊要嘅，因為我係想跳兩個 drop 啊嘛，呢個 drop 加呢個 drop， 呢個 drop 落得到嗱，條胎嚟到呢度先靚嘅。第一次我行呢條拉，呢條拉係完全安全可以去到，咁你偷得夠出啊嘛，我呢個 sharp 得滯，減唔到速，一個錯誤嘅示範，咁我順便報道埋呢一條路。有幾種玩法啦，呢條超級 easy， 甚至上車都上到嘅。咁跟住呢度又落車啦，我就當然係會揀呢度啦。但頭先已經示範咗啦，如果行得開得就係呢度，想攞 sharp 呢個位咧 ，cut 唔到呢度太 sharp， 而且呢度有嚿石，所以熟路好緊要。我第一次示範完 OK 喎呢度。好，再睇下片啊，小朋友開始玩屋仔啦，再嚟個補個飛。但係有行人咧就唔可以玩得太過癲啊，喺嗰度跌低肯定。喺嗰度起翻身啊嘛，影到啦！小朋友玩咗间屋仔有几咁开心，揭卡大笑添啊！好啦，我掟埋呢个弯，今次跟翻上次嗰条拉，完全系一样。希望学到嘢啦，小朋友拜拜啦！小朋友即刻入关屋度打个卡先啦，转翻手部 cam 啦，好。